直播到9月20日止，皇马在欧冠小组赛首轮比赛中坐镇伯纳乌球场，3-0击败了来访的罗马。赛后，皇马的巴西中场卡塞米罗接受了媒体的采访，完美表现，我可以说我们在比赛中表现完美，因为球队踢得非常好，我们控制了比赛，对手上赛季差点杀入决赛，我们踢了一场完美的比赛，机会我们创造出了很多机会，一支球队如果能在比赛中创造30次机会，那就说明他们踢得很好，何况对手还是罗马这样的球队，罗马的技术能力非常高，中场搭档我已经和莫德里奇以及克罗斯踢了很长时间，有他们在身边，我踢得更加轻松，我非常了解他们。马里亚诺他非常希望迎来首秀，我们和他聊了，他今天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，欧洲金球奖我认为今年卢卡莫德里奇的表现非常重要，但以上赛季的表现来看，我会选择 C 罗。